在今年本来就很想办大型的音乐，但很多种种的因素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我也祈求说能够有更好的场地、更好的硬体，能够让喜欢听音乐的朋友，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音乐，能够真正的听到真正的音乐。有时候真正的音乐不需要几十个人的乐团，可能就像我一个人也可以，两个人也可以。这个最重要的精彩在于真心真爱，我们真心真爱在这边做演出，闭着眼睛全力以赴去把感情表现出来，日复一日我们看到了成果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台湾人不是像国外人讲的我们水准不够，我们是很有水准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每一个人的坐的位置都是非常精彩的画面，都是最漂亮的。如果你有机会除了看我演奏之外，你可以去看台下每一个人坐的位置，每一场都不一样。像礼拜五我来的时候，好像上次我来有一个阿伯在那边跳了大概一个钟头，那个就像天上的画面一样。那个有时候你真的去看那些正式的也看不到那种舞蹈，他虽然是在旁边跳而已。所以呢，大家有时候去珍惜哈，这种这个平凡中的不平凡啊。那这首歌麻烦大家我们就静下来听，叫做《港边惜别》，谢谢您。